第二季开始呢，由于经济景气复苏跟消费者信心回升呢，高级车的市场买气也逐月的回升。今年一到七月累计的销售台数已经较去年的同期比达到 112.9%。那全年度高级车的市场预估可希望达到23万3000台的水准。与 Lexus 品牌同步诞生的 LS 车系呢，一向代表完美造车工艺的典范。而在2008年全新发表世界首款的油电复合动力旗舰车款 LS600HL， 更以改变世界的关键为主轴呢，为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顶级课程提供了更具前瞻性的选择。看好顶级消费市场的逐渐回升，我们特别于今天发表全新小改款的 LS 车系，希望能让更多的企业领袖体验前所未有的驾乘乐趣。在外观的部分，新增的 LED 前四灯和整合在后视镜上的 LED 的方向灯，添增全新 LS 的科技感，全新的水箱护罩跟更为立体的保险杆，则让 LS 看起来更加的豪华大气。特别是 LS600HL， 为了增加辨识性，原厂工程师以专属的三栅式的水箱护罩、 LED 的头灯组、中央突出的全新的保险杆的一个设计，以及雾灯外围镀铬的处理，刻画出独特的前卫科技感跟气势，也更能彰显车主的尊贵不凡的一个身份。同时呢， Lexus Hybrid Drive 车系的外观特色，包括熏蓝的头尾灯组跟厂徽，跟车侧的 Hybrid 的明板，也都列为 LS600HL 的标准配备。在 LS 的尾部线条更为流畅的后尾灯组及重新设计的后牌照框的区块，也让 LS 展现出更为优雅的气质。同时呢，这次全新的 LS 导入以高科技奈米技术研发的全车高密度弹性恢复的一个烤漆，即使遭受指甲等轻微的刮伤，经过一段的时间或阳光的照射，漆面也会自动的修复。在内装的部分，全新的中控台的一个造型，加上 USB aux in 的外接式高速的传输界面，以及改采 LED 为背光源的8寸的 EMV 荧幕，能让车内的乘客在旅途中享受品质更佳的影音响应。这次全新的 LS600HL 使用了高科技的全新 TFT 仪表面板，所有的行车的资讯，包括 Hybrid 系统的运作、导航转向指示，甚至是仪表板的指针，全部都以数位模拟的方式显示出来。同时仪表板显示的资讯还可客制化设定，显示语言、单位、时速表、数字的大小等，更显示出 LS600HL 对车主的一个细心。在后座舒适性的部分，全新的 LS 的后座头部空间增加了接近2公分，后座的头枕则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调整左右两侧的角度，提供头部最完整的包覆。针对后座买家，这次全新的 LS 特别引进5人座的 Ottoman 车型，提供 Ottoman 座椅、尊爵的舒压按摩椅、
后座独立的 DVD 播放系统，以及中央扶手后方九寸高画质的萤幕等顶级的配备，让顾客来购买。身为全球唯一搭载 Full Hybrid 的旗舰豪华车款 LS600HL， 结合 V8 引擎跟 Hybrid 系统，除了能提供高达445匹的强悍马力，可媲美 V12 引擎的性能之外 ，LS600HL 也凭着 Lexus Hybrid Drive 的节能科技上的优势，每公里的CO2 排放只有219公克，比 2.5 升的房车表现更为出色。在全球暖化日益受到重视的时候呢，购买 LS600HL 相信是许多企业领袖善尽对环保跟社会责任的最好的一个表现方式。接下来全新 LS的贩卖目标跟价格，拥有如此丰富的配备，我们相信一定会有更多尘封的顾客将 LS 作为他们购车的一个首选。因此我们在明年为全新的 LS 设定的贩卖目标为700台。在建议售价的部分，虽然日元的汇率呢大幅的升值，但在原厂的协助之下 LS460L 的价格为419万。在 LS600HL 的部分，在货物税减半后的建议售价为519万。这两个车型顾客也可以选择 Ottoman 座椅跟搭配的专属配备，像 Pre-Collision 预警式的防护系统， ACC 主动式的车距维持定速系统，及 LS600HL 专属的 IPA 智慧型自动停车辅助系统。同时我们这一次也特别为全新的 600HL推出一个 Hybrid Campaign， 同步限时限量推出300万60期的零利率优惠跟3年的免利率的长租方案，希望能让更多拥有前瞻思维的企业领袖们共同响应，为减缓地球暖化尽一份心力。以上是我的报告，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苏执行副总。